好，现在正式开始。现在正式开始。EP 杰森 VS 二 P 零六，角色是刘康 VS Sub Zero。一开场就是一个二，哎，这个中途打断，非常的出其不意。没错，这些招式。哎，这不就是常常在欧洲比赛看到的经典对决，却凡你三以后后三次以后前四次脚踏车踢，逼近对手。跳踢没有对空，下四以后克隆踢，后跳轻开空间以后气功丢垃圾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丢，下下下，这个没有办法连断，然后中断，这很标准的一个 setup， 先让下段让对方想下方，然后再用中断，一三以后哦爆掉哦，没错，漂亮，这是很基本的 W 的防守，基本的跳踢以后下下下，没有防到第三段，下一跳。哇，这个中途区打断以后，一二三，嘿嘿，哎，差一点，哦，又是下段，四四四以后，下段气功，两个人血量都剩一滴血以后，下一跳过去，一一三，啊，扛去胜利，第三段中段没有打到，零六选手中途有点失误啊，嗯，对，没错，跳入以后下一，有些确认没确认，中段一二嘿，点断，跳入以后下下 EX 气功确认以后，稍微往后退一点下，就是。欸，为什么他一直想按这个连段？没有成功过吗？对，下山以后跑过去摔，哇，漂亮！哦，这第二段踢中对手以后，下段其实第三段停顺下来以后，空中中了克隆体，又再中一次，然后对手打到角落以后前进，把队友冰哇，漂亮的角落者在空中被做成雕像，对，太帅气了，一比一，克隆体漂亮，空中确认以后 break。一三，脚踏车，一二三，太早了，一二三，这没破绽，漂亮，下下，下一以后跳入，没错，以后第二段停下，第三段，哦，这可以确板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，负十而已，中段以后确认滑梯，漂亮，下下下，哇，他都没有，他都没有对策到，没错，太可惜了，所以一直被零六猜到，结果就是血量拼命的流失，以后确认。换边，换边打，蹦28%以后直接跳出角落，以后又来了吗？要来了吗 ？2、3、4，一，好帅，超妙的，这给对手的精神打击也蛮大的，超妙的。下段气功跳入以后，一二没有确认，没有确认，一三，一一三 ，EX 爆掉以后，哇，现场观众都大喊失误啊！气功丢出去以后。哎呀！啊、跳背又一个二后二，哇，压力好大啊、哦！零六群的第一场胜利，双方的对胜战成了零比一，都有 miss 啊！不到最后分不出胜负。他们现在应该手法都是汗，我觉得手都汗抖了。对啊，没有换角色的情况下重新开始，后二，哇！就是杰森选手非常喜欢的开场。哎、欸，对这游戏打到第一个那一下的话，机会加一条。对啊，是一个 bonus， 所以 first seed 其实很重要。没错。哎、欸、啊，不应该爆那个人，对，太急了，浪费了。太急。一三以后高度太低也没办法确认。下段没有气的情况下，把这种摔出角落了，很可惜。哇，有点紧张啊。下滑梯。一三以后 clone， 哎、欸，漂亮的抖一下。接滑梯32%血量以后，把对手关在角落，空对空，中断，滑梯14%比较简单的连段。六选手巧妙运用角落压制，这就是我讲到的 Sub Zero 非常可怕的角落压制。角落压制，克隆体放在那，你会抖啊？对啊，而且基本上也阻断了你所有起身的方法。没错，因为这游戏的 EXE 就只有一段的霸体，没有防到第二个下段以后，一二三啊，这个连段。比较想要求稳，但是反而失误。一三没有挡到第三个中段，哦，跳入以后、啊、太早按，中段挡住了，负13可以确板。其实刘康可以确板，这显然是练习不足，这也可以确板啊。下二，嘿嘿嘿，那太早了，啊，太早，都太早了，真的。这第一段停下来，这个失误，没有气的情况下不能连断。下段气功，把血量稍微的追回来以后，跳入。下四，下三，少见的招，后三，好这样，刚刚要爆了，不爆不行。现在杰森陷入绝顶绝命的危险，对，下一以后全哦，逆抓
杰城先生一个无影脚逆转，我讲太早了。对，佛山没一个能打。直接滑梯，零六完全没有受影响。没错，跟前四以后克隆体空对空没有确认连段 ，EX 下四，我克隆体还没有出来就被打掉了，没有对空，漂亮断打中以后。脚踏车踢负，哇、哦啊！最后一下中断，最后一下中断，没有打到。脚踏车踢又下歪，漂亮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非常，两边都很谨慎，不敢动。下端气功，我、跑掉！哇，好快！刘邦的速度真的很快，焦灼，丢出你，哎、欸，那个会中，哇，会中哦！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打一下也就是，这个零度真的用得非常好。刚刚那个零度最贱的招式，对啊。一二三，嘿，他以后哇，直接出了，这有点凹啊。没错，这是小朋友厉害的地方。一三以后下四后三，哇、啊，没有想到一个很惊人的结果，一对一比一，一比一领先。换姿势，换姿势，又在。刘康的龙出来了，这发展真是意外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刚刚零六看起来一步很顺利，比较有没有，这中间有一段的对策都没有确认到，有点。反而是血量领先以后开始比较谨慎，反而打不出平常的水准。对啊，哦，换角色哦，要换 KC 吗？哇，其实刚刚我觉得 Sub Zero 打得还不错、啊，应该可以再延续吧。但是说不定零六知道这个对决有什么一些比较有利的地方。没错。那这个对决就跟刚刚会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对决就变成速度会更快，短兵相接的互殴。因为 Casey 的招就是迅速贴近对手。没错，我赌等一下杰森开场会用后二，没有后二，没有后二，被人家分确认，后退，慢慢的往后退，这一场就谨慎很多。下段确认，下歪，直接一个翻踢，下段中段的一个 Casey 对空非常好。对。等一下，这就是短兵相接互殴的状况。对，你一拳我一拳。没错。翻踢确认以后，一二 brawler 哇，指令头以后，这个距离确反，漂亮漂亮，这个接触不到明确，但是距离好像稍微拉开了，让他没办法直接连断。气功互串的状况又出现了，一三挡住。哦，迅速接近，哇，哦，完了完了，要被压起身。到角落以后中断，下一以后跳到背后中断，结束了。结束，再结束。Casey 的压起身真的很好用。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杰森没有确反到翻踢，确认以后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杰森二 P 打不开这样子，打不出脚踏车踢。我觉得这是他以后可以加强的地方。可惜啊，一后三没有两刀打到最后一段，跳攻以后确认连段。刚刚零六选手。多点了浪费一条气以后，一三，两个人互相的交换了眼神以后，被摔到角落。后二，这几乎防不到了，这几乎防不到。对啊，快，他还快。下四以后，跳跃负三十确板。你看一下第三他的落空，这蛮微妙的。哎呀，希望杰森可以赶快做出调整。现在打到了最后一回合，一比一，回数一比一，场数也是一比一。由刘片先打到第一下以后，脚踏车踢下二，把队友打到外面以后，下段的压起身，跳入以后下段中段，哇，挡住了耶！挡住哎、欸，哇！第一次挡住哎、欸，那不好挡。哎呀、啊，尤其在比赛中，下四、空。哦，我觉得下段气功要来，可是好像按不出来。下段气功出来，下段确认以后，脚踏车踢爆掉，这不爆不行，这真的是一定要爆。不爆就结束了。下次以后反踢，确哦，这是确反、啊，太精彩！哎、欸，赢了吗？确定吗？你确定会赢吗？乖了，好结束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哇哇！杰城选手直接在场中爆气、啊，杰城的敌力，对啊，杰城经理，哎，杰城经理，你去啊。